吃饭了是不是？爸爸，爸爸，小潘，给少爷上饭。嗨，少爷，马上，小潘马上回来为你服务。哎，咋？少爷小手一挥。先吃个鸡蛋。你吃蛋吗？吃蛋蛋吗？阿布，爸爸昨天睡了好久好久的，七八点就睡了，今天早上十二点都不愿意起来，是不是啊？嘿嘿，很睡得很舒服，是不是？爸爸，爸爸在厕所，爸爸你快点哦，乐宝找你啦。嗨，莫妮。嗨。嗨。我一打开门，发现这里面的灯一直开着。什么时候开的？不知道啊。啊，这么奇怪了吧，是不是？走啊。Yes, yes, yes。佳佳，佳佳。不穿，再不穿就没有机会穿了。再大一点就说你那个叫什么了，变态了，装大佬了，哥。生气了，生气了，贼拉难受。给妈妈，嗯，给妈妈看看，美不美？哇，那么好美呀、啊！太美了，拜了拜。漂亮一下，好不好？你要刷给我，要刷给妈妈。危险，危险。怎么了？你怎么准备游泳的样子啦、啊？爸爸在里面准备了，对不对？爸爸。嗯。妈妈。嗯。妈妈妈。嗯。妈妈妈妈。嗯。妈妈。爸爸。爸爸在厕所，他在放水。我们先游里面的浴缸，然后我们游完之后又像昨天一样，等太阳下山一点，我们就出去游水，好不好？爸爸爸爸爸爸妈妈，爸爸。爸爸妈妈。要不要下来？你下来吧，你下来吧。对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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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嗯，棒棒，呜、哦，干嘛？嗯，去哪里呀？你想吃什么东西？妈妈给你叫好不好？哦，喝这个吗？你又要吃这个？你刚才才吐过。你怎么？你准备好出去晒太阳啦？哼、啊，你想出去啊？那不可怕。干嘛？那个佳佳。干嘛？害怕的。没有昨天那么怕。哎呦！哦哦哦，爸爸爸，爸爸爸，爸爸爸。哎呦！哎呦，没事啦，你看看，宝宝不是抱着了吗？
是不是？为了过审，所以我给阿潘买了一套很保守的内衣，还是泳衣。你看，爸爸抱紧你咯。你一直坐的。没关系的，可以的。你忘记了，我们下泳池又可以吃雪糕了，待会儿。哦，爸爸抱，爸爸抱。有点热热的，是不是？是太热吗？好不好玩？好玩吗？你看看。爸爸抱着了。害怕对不对？爸爸。喂，你看看爸爸，爸爸去哪里了？爸爸在水下面是不是？给你，我来拍拍你，在身边再躺一下。网下面有一个小可爱哦，这小可爱是不是了吧？是的吧。哇，好厉害！哇、哦，好棒了吧？你说他会不会想到下面爬来爬去？会啊，会痛啊。啊？那把国体育，国体育，哪个小国体里面还穿个尿布的？污染人家的水。哈哈哈哈哈！那把国光布。哈哈哈哈哈！你看看他。爸爸。是第N次被丫丫叫到。